好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一位成员在开合台上坚持，其他八位成员在其掉落前完成。什么？什么？好。其什么？啊，在八位成员掉落之不是，在那位成员掉落着，八位成员要完成尿完下腰处拉除，尿完还是掉完？拉除。你再读一遍，就是、你反正就是我来吧，对，一位成，一起接力赛游戏规则：一位成员站在开合台上，其他八位成员需完成四棒接力任务。第一棒，两人协作下腰吹灭蜡烛；第二棒，将乒乓球整齐地从第一排颠到最后一排；第三棒，穿上三米长的破洞裤子；第四棒，三人换上不同颜色的衣服，与玩偶熊一起按指定顺序叠高高，完成三次，且开合台上的成员还未掉落，即为成功。这个我是肯定的，陆汉。这个我是不行啊，这个你行，你不邀请我，这个不得在这空半个多小时啊？就你们这些手，陆汉斯行，可以，可以，我吹蜡烛吧，行不？你可拉倒吧，你的腰适合浇蜡烛，水桶。我能抱着他了，我手长臂长。我吹吧，我能送出去，对你吹，我抱你。我吹吧，我能给你送出去，我能给你送出去。啊！等一下，送走。你能把他送，你能把他送走是吗？嫌弃呢？啊！我俩。我对这个有点感兴趣。然后在这个上面。哎，我玩这个好厉害哦！这我厉害，我颠覆大勺的。这个我特别厉害，你厉害吗？特别厉害，我刚刚一把过。试一下，中间应该最难吧？前面应该不是，都一样。哎哎，我来吧，跟我一样，我也可以。我来吧，真的，我真厉害。这个我太厉害了，我来吧。听我的，他啥玩意儿呢？等会儿，他没有一个进去的。我第一把好呀，我等会儿给你冷静的玩一把。你看，什么玩意儿？跳格了！这不行，这我来这，我这老厉害了。我真行，你不行，你给我穿裤子去。小夹布，你穿裤子。小夹布，你去玩那个。赢的去穿裤子，别耍赖，一把年纪了，耍赖。好，那大家都明白规则了吧？懂了懂了。然后除此之外，在一期接力赛开始之前，大家要先来完成一项团建任务。这什么意思啊？示范一下吧。就是你们面前的有九个杆，大家依次要把杆推给后一个人。输了，输了。我冒昧的问一下，这些就是制作组的人吗？是的。他怎么会跟我们比拼呢？中间如果失败的话，就要重新开始，连续完成五次吧，六次怕你们完成不了。瞧不起谁？就六次，就六次，就六次。我告诉你，就六次，就六次，就六次。瞧不起，瞧不起谁？就六次。瞧不起，瞧不起谁？就六次。瞧不起，瞧不起谁？就六次。哥，你都还没开始，看着吗？我们很强硬，但是我们认错也很快。不是，这是谁摆的这个？不，你问谁，肯定是达文摆的。